改天再说吧。哎，我跟你聊一聊我的想法。啊，你说。嗯，我要带你去一些场合见些人，这些人呢都是黑道上的，有可能你还认识。我认识？我怎么认识？你紧张什么呀？我又没在审你。有点这种感觉啊。哎，你现在是在协助我工作，知道吗？那这么说，我也是缉毒大队的了。 你可以那么说吧，穿警服吗？你想得美！你看我工作的时候穿过吗？那这么说，我就是便衣。哎，活过来了是不是你？你看，你怎么又跟审讯人似的？我条件反射你嘛。哎，以后开玩笑要注意场合啊。是。我在跟你说正经的呢。我也是正经的。行行，你说。咱们俩的关系呢，就是朋友关系。没必要在他们面前编造些什么东西。如果他们让你做什么的话，你就顺着他们的话，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别老想着今天我跟你说的话。还有，咱们俩多交流，啊。行，我明白了。哎，待会儿你认出康桥了，该怎么说怎么说。 别说我是公安，就说我是你朋友就行了啊！我知道。哎，你怎么了？我没事。是不是烟瘾又犯了？有点。没有，坚决没有。这阵子够你难受的，你呀，先挺住啊！真他妈挺难受，我一定挺住。哎。 这是必要的训练吗？来，你先打我。来，真打呀？那可不是真打吗？来，上。那我打了。嗯。行行行，这不合适，这个。哎，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必要的练习嘛。来来来，快快快！啊！你。 和一拳，再来！我黑头巾！好，好，哎，别进，别进！ 来，打上来，哎，来，哎，你怎么真打去？不是，这，哎，哎呀，哎呦，怎么样？不行，不行。 我不行，我的纯属瞎打。我一拳没打中你头部。没关系，一会儿啊，我教你怎么打。好。哎，建伟，哎，说实话，我从小就想干这行，就是没干上。哎，要不干脆当警察，怎么样？这我可说了不算。不过你现在正在干这件事吗？ 哎呦，我也就那么一说吧。人怎么会要我呢？建伟，我是八辈子也没想到我自己还会有这么一段。我跟你说，我要是真像那个大川子说的那样，现在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呢，没准正四处咂摸着找烟呢。你现在还想抽吗？刚才想。 现在不想了，我带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啊？哎，我还真以为你教我怎么当警察呢，你。
哎，大鹏，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强子哥，我。强子哥，跟他们俩回来了。还愣着干嘛？刚刚给你大鹏哥沏茶去。大鹏，坐坐坐，哎，坐坐坐，大鹏。大鹏啊，不不不，强子哥，现在我实话实说，我什么烟都不敢抽了。有绝心酒，那东西啊，害多少人呢？是。其实还是全怪我自己。哎，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没有？要不然，大毛来了，别别别，你坐你的，这么客气干嘛？坐坐坐。哎，大毛，要不你跟强子哥一块吃点，给我带点吃的。不了，我已经吃过了，真的。我刚吃过一会儿。强子哥，你先吃你的吧。不急不急，咱们接着刚才话说。哎，亚文，你先帮小燕到后头把轮胎修理一下。啊，哎，强子哥，我这。哎，不不，哎，大毛，嗯，要不然你先在我这落个脚，等以后找到合适的工作你。不用了，我心里明白，像我这样的人，谁都怕沾。谁说的？我就不怕。 谢谢。不过我已经想好了，现在我还有点事儿要办，等办完的事儿，我想彻底换个环境，我想去趟四川去承包一个工厂。大毛啊，你现在刚出院，身体能行吗？没问题，现在我就想干点体力活，这对我的身体会有好处的。亚文姐，哎，我想求你给丽萍带个话。什么求不求的，你就说吧。你告诉她。 我是没脸见他了，他对我的好，我永远都忘不了。我欠他的情，这辈子要是还不上的话，我下辈子接着再还。我想丽萍会原谅你的。对了，大毛，你把这点钱带上，嫂子帮不了你什么。不行，出门在外没钱。大毛，行了。大毛，哎，行了，我来了，嫂子，那我走了啊。 哎，怎么着？哎，这在这儿呢，赶快上车！哎，是不是又给带走了？我看不像。康桥原来是外运公司运输处的处长，9年前调到商贸公司任经理，经营外贸出口等业务，没有犯罪历史。我们也到红星制衣厂了解过。 他们公司与马来西亚来的外商合资定做了一批服装，准备出口。目前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点。这批服装准备出口到什么地方？准备出口到马来西亚。数量大吗？数量并不大。据他们的负责人讲，这只是做一批看一下，如果客户要是满意的话，将会大批量生产。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哦，对了，这个就是康桥。 怎么样？有没有？没有。怎么？又来劲了？没事。大毛，差不多了，走吧。 约的是今晚7点半，我就在这个房子里面，你陪他们好好玩吧，没事儿不要过来找我。好，我知道了。嗯，他们从日本给我带来那个窃听器呢，在你的办公室里，你没有看到吗？没有，让他们给我带过来吧。我知道了。 姓吴的什么来头？这位本事大了，你想能把我从里面捞出来？哦，今儿晚上就请他吗？对，哎，姐姐，哎，大哥，李哥，报告保洁啊！哎，好，好，哎，好。世事太无常，笑容有时会不真实，世界太匆忙。 爱恨就此被忽视。
思念在黑夜里呼吸，当心痛释放的彻底，而面对以后不能违背，也不能放弃。方阿胶浆纯中药制剂，药材地道，治疗头晕、失眠、心悸、贫血。复方阿胶浆，药材地道，补血有方。东阿阿胶集团，这新钙中钙是新配方、新工艺、新口感，适合生长发育期需要补钙的儿童。新钙中钙好喝，健康新一代，新钙中钙口服液。它要六厂生产。饱含着绿色生机的竹叶清酒，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温馨。颐养身心，竹叶清酒，山西杏花村。假如眼睛累了，不要去揉它。假如不想你的眼睛感到太疲惫，我们大家一起看健康电视。不傻的才是健康的，创维健康电视。新钙中钙口服液，哈药六厂生产。波导 GC600， 开启你的精彩世界。中华汾酒源远流长，杏花村汾酒集团。穿越历史，见证文明，水井坊中国白酒第一坊。
鲜营养全面保留，有健康，有光明。暖卡纤维，温暖拥抱。休闲科技，提臀瘦腰。婷美瘦暖内衣，让冬天的女人更瘦更暖。中国联通为亚运健儿加油。联通新时空 CDMA。因为有梦想，我们披星戴月，只争朝夕，成就天地间。TCL。下心 A 吧，梦幻魅力，舍我其谁？下心 A 吧，治感冒防传染，快客商标，海南亚洲制药。香飘万里，情满天地，剑南春。家里门窗用的都是实德塑钢门窗，用实德型材做精品塑窗，耶！大连实德集团。冬天穿内衣我很挑剔，我喜欢新感觉，全新南极人毛缎内衣，羊毛般的温暖，丝缎般的舒适。保暖内衣第三代南极人毛缎内衣。大自然的恩赐，黄土地的珍品，延安苹果，陕西延安。专业打造，国际品质，创家彩电，中国质量免检产品，创家致力农家富裕，打造绿色食品，唐人神集团。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喉宝，广西金嗓子。心随我动，大洋摩托。姓吴的什么来头啊？这位本事大了，只想能把我从里边捞出来。哦，今儿晚上就请他吗？这么简单？对。哎，大哥，李哥，八号包间啊。哎，好，行，好，哎，啊，哎呦，吴先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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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那位朋友潘大毛。哎，你好，你好，你好。好棒啊！哎，他不是那个？哦，对了。大毛，你得感谢李先生哦，在我面前替你求了半天情，我一使劲儿，这不放出来了，谢谢啊。吴先生真是义气之人啊！你们先进去，八号包间，我再等几个朋友，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啊！好，再见啊，再见。哎，干什么呢？不是，我一到这地方我就兴奋。别忘了咱们是干什么来的？哎，你不说平时什么样还什么样吗？
好，你就兴奋吧。到了。得问吴老弟啊！哎，对对。喂，哎，哎，接个电话。好，行，您忙吧啊！来来来，哎，咱们喝酒，来，哎哎哎。这是我堂家。啊。哎。哎，好。哎。小心点啊！哎，都来了吗？都来了。啊，对了，您还记得还你打火机那个人吗？记得，那个叫大毛。对对对，他也来了，跟吴建伟一块来的。是吗？这小子我挺喜欢他的，他怎么跟吴建伟在一块呢？他们俩是从小的朋友。等等，我见过他两次，他不会……想想，我也没有什么事儿让他抓住。打火机那个事儿，不，打火机不是他，跟他没什么关系。行，你就把这个给那个大毛带上。来吧，兄弟，来来来，别又别别，我叔叔的没关系。一定一块上，一定一块上。啊，小陈，对不起啊，走错了。走了。哎，小姐，问一下。先生你好。您帮我查一下，房是谁订的呀？我帮您查一下啊。啊，谢谢啊。是李先生订的，八号、九号都是他订的。李先生，是不是叫李庄先生啊？是，你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事儿，谢谢啊。吴先生，哎，还去哪儿了？去趟洗手间。好，来来来，好好好。哎，坐啊。吴先生，啊，小姐我已经给你选好了，您看满意不满意？好，就是她了啊。嗯，唱一个好吗？哎，好好好，唱唱歌。哎，话筒话筒话筒，把话筒拿来。哎，小林啊，哎，你跟大毛是老朋友啊？他以前呢跟我是拿过两次货，要说真正熟还是这回在看守所里头哦。去了，我蹦迪，什么蹦迪呀？肯定是掉河里了。大毛，你敢肯定
那个出来的人就是康桥吗？绝对没错，刚才我还想跟他打招呼呢，可他头一低过去了。他认出你了没有？好像没有。大毛，你今天晚上算是立了功了。刚才你不还骂我来着吗？哎，我怕你闹出事儿来，你说话说的太多，言多必失，知道吗？不了解我了吧？我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那都是经过琢磨的。我告诉你，我说那些话是说给他们听的。别臭乱信啊！那当然了，好赖我也算是个便衣呀、啊。臭德行！这个大毛还挺机灵吧？他真不错，他还说还想当警察呢，是吗？我看先当外围吧，说不定啊，还真是块料。您甭说，他跟我在一块儿比任何人都合适，这股棋算是走对了。那就是说，这个叫李庄的跟康桥是一伙的，可以肯定。这就把多少年的线索都连在一起了，从他们的作案特点到杀人灭口的手段来看，这回是摸到根子上了。不过还要深挖。哦，对了，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局里都安排人调查了吗？不但安排了，我还增加了两个组，你提供一个，我调查一个。这个叫李庄的也不是什么临时商人，他早年也在外运公司，因为经济问题早就被处理了，后来到外地去了几年又回来了，现在也在康桥公司。李庄是康桥的一个得力干将，他的社会关系非常广泛。你把他砍死了，和他泡在一起，当然要有分寸，腐化也要有节制，别陷得太深拔不出来了。哎，局长，要不然这表借您戴两天。你害我啊！您知道吗？昨天有人开始叫我大哥了。什么意思？我在这群狐朋狗党里面地位不一般呢。是吗？那个陈老板，我们已经派人去了解了。他以前有过前科，不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这次找康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他的公开身份是服装公司的老板，他来这里也是搞服装加工，这和我们掌握的情况都相吻合。我们和当地的公安局也取得联系了，他们会全力协助我们。好，吴建伟那边情况怎么样？我们经常在一起，关系比以前更密切了。这个人是我们这次生意的关键，一旦出问题就不得了，就像玩火一样，所以要时时刻刻的观察他，考验他，但是不能让他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我知道。他一共拿了我们多少钱？10万。什么理由给他的？捞钱林的时候。要找借口再给他，把关系砸实。是。服装厂的服装怎么样了？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速度是很快的。既然陈老板这么守信用，我们就和服装厂谈，千万不要拖期。按照合同，交货时间应该是7月10号。还有我们自己的包装时间呢？包装1-2天就可以了。大家回去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漏洞没有，确保万无一失。陈老板的货一到，马上行动。还有多少公里啊？还有500多公里。到10点钟的时候，找一个地方住下。现在夜里比白天查的还要严呢。哎，老板，要不要给康老板打个电话？啊，不用了，不用了。即便就是货到了，也不能告诉他们。我好多年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放心呐。怎么办？听我的就是了。我们到前面去等他们，太慢了。
驾驶照和身份证。请下车接受检查，后备箱打开。同志，这天可够热的，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什么事儿，不是告诉你例行检查。啊、哦，你们是外地来的？啊、哦，我们是广东驻这办事处的。打扰了，一路平安。好好好，再见啊。后边的车估计多长时间才能到？一个小时吧。喂，听得到吗？哎呀，这里没有信号，怎么办？哎呀，真是……哎，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一检查出来，麻烦就大了。听到话的地方可能信号强一些，我把车倒回去。聪明。喂，喂，这可真够悬的，晚打五分钟电话，咱哥几个可就没命了。现在怎么样？现在没事了，走吧。走。哎，等一等，老板，把车上的货给我车上卸一部分。哎，老板，老板，这万一，老板，这万一……哎呀，听我的，卸一部分过来。好，来，快快快快。哎，可以肯定是这个地方吗？可以肯定。那好，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放心通过。哎，哎呀，你小心一点啦。真是万幸万幸啊，一秒之差呀。赶快打电话通知后边。请出示证件，下车进行检查。喂，喂，喂，
先生吗？哎呀，我们的车被扣了。啊，我没事，我没事。咱们立刻见面好吗？喂，啊，是我。哦，李先生啊，什么事儿？什么？在什么地方？哎呦，让我想想啊。这样吧，咱们20分钟以后见。哎，好，哎，再见。喂，局长，我是吴建伟，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有情况。你怎么来了？啊，是，张工在里面吗？在里面。啊。哎，陈哥。哎，吴队，你怎么来了？对，哥这个辛苦了啊。没你辛苦。哎，今儿逮了个大的。我听说了。你们先停一下吧，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哦。你这不是没有原则吗？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别那么大声嚷嚷，成不成？你想让满院子人都听到啊？这不光明正大，我就看不惯这种走后门的事儿。你要是这样，我就不干。有事儿好好商量吧。你给我个面子，成不成？你是领导，你来处理。我们走了，小峰，你跟我走。我叫你跟我走呢，走走走走。哎，怎么？不对，那这几个人怎么办？你还跟这儿干站着干嘛？跟我走。这几个人就放了，放了。吴队说放就放，走。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我太感谢你了，你太了不起了，真的。吴先生，我什么都不说了，快点休息一下。哦，来，来，坐下，坐下。我得马上回到局里，我们队里几个人需要安抚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堵住他们的嘴，要不然我也完了。是的。吴先生，这是10万块钱，你先回去打点一下。这个，你先请大家吃个宵夜，发一点辛苦费，其他的费用，明天我一定送给你，好吧？那好，我先走了，你们几个可得注意安全啊！哎，是是是，好。怎么样，胡先生，慢走啊！慢走，慢走，送去，不送了啊！这什么人呀、啊？这么大本事，跟扣我们这些人大吵，他都没怕。哎，他是不是局长啊？啊！我当时啊，掏枪的心都有了，哎、听见没有？多悬呀、啊！我差点没命啊！啊！今天我是头一次向在座的宣布这件事，现在进展非常顺利，这帮牛鬼蛇神就要粉墨登场了。郑刚呢，要连夜去做那些不明真相同志的工作，注意要绝对保密。放心吧，现在啊，都以吴建伟同志为中心，配合他的行动。
这回啊，就要彻底吃掉这个团伙。好，好，散会。哎哎哎，等等。哎呀，咱们的财神爷呀，又送家伙来了。哎，又是十万，钱不是问题。他不要钱，我倒觉得不放心了。况且，像他们这种人，也不会狮子大开口。话说回来，他要的越多，我的心里才越踏实。可惜他不敢要。李庄，这事明天你去对付。好。服装的事情怎么样了？已经全部完工，就等着包装了。太好了，康总，我看货物不宜在此地多停留，夜长梦多，咱们最好明天就开始包装。包装需要多长时间？两天。加班加点，争取一天一夜，怎么样？我看可以，连夜通知各个方面。那我就订后天的飞机票，咱们两个人一起走。好。本来我想见见吴建伟，因为这件事情他让我太感动了，可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不见得好。但我有另外的想法。吴先生，不要不好意思，您尽管说。50万可以，没问题。不过我现在只准备了30万，现金不能一次提那么多。没关系，我一会儿马上去提。啊，来，吴先生，有这30万做底，那20万就先甭急了。另外，吴先生，我这几个朋友对你的为人和你的能量万分的敬佩，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我认识你这么一个能干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啊啊，您太过奖了。这件事啊，你也得罪了不少同事。这个情况呢，那几个押车的都说了。这样好不好？除了你那几个朋友打点之外，我想你在单位也不能产生坏的影响，否则他也会影响你的前途。为此呢，我找了一个大老板，他很有社会地位，倒是愿意帮这个忙，不知可不可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哎，我想，如果说直接把钱给你那几个朋友，可能不好。但是，搞一个活动，以赞助的形式，是否可以？这个，我得好好想想。这倒是个挺好的主意。哎，是哪个大老板啊？我还没有确定。我跟他电话里讲了，他倒是愿意帮我。哎，我们好像有一个治安基金会，可以接受捐款呀。那太好了，这笔捐款，你不要说是我拉的，就说是你拉过来的，这样，你的名声很好，上司那里也有面子嘛。啊，哎呀，李先生想的真是周全呀，我得谢谢你。哎，不用谢，不用谢。大家彼此相助。应该的，哎，到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个座谈会，相互间认识一下，岂不是大好事吗？好，就这么定了，我明天给你准确答复。一言为定。好啊，让他们来，说说你的想法。我认为捐款的人很可能就是康桥，但是这个想法绝对不是李庄想出来的。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不过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他们想进一步的拉拢我。二呢，也是想认识更多的工人人员，建立关系，为他们的将来做打算。另外，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比如说分散注意力之类的。还有什么其他情况？根据监视康桥的人报告，康桥已经订了后天去马来西亚的班机，同机的还有从广东来的陈老板。这就是说他们很快会有行动。我今天下午听李庄的准确回话，到时候我们就清楚了。从今天起，缉毒队全体进入一级战备。另外，局里调特警大队配合你们，我们听你的消息。同意捐款的事儿，借捐款一事把公安局，尤其是缉毒大队的主要成员稳住，这样一举两得。太好了，这是天助我也呀！康总，你知道吗？
今天下午我和吴建伟谈过，他们原定局领导和缉毒大队要在机场开现场会，时间正好是咱们要运货的时间。你看看，多危险！你赶快找吴建伟联系，如果他们不改变现场会的时间，我们就要改变行动计划。如果他们取消现场会来参加捐赠仪式，我们就明天上午运货。我看可行，也很圆满。你马上找吴建伟落实。那你出席捐赠仪式吗？如果都按我们的意愿，我当然出席。我参加捐赠仪式以后，直接去机场。来监工，监工，啊，监什么工啊？我，他们打包是服装，我监工。他们雇你的？对，是一个朋友让我来的。丽萍，等我办完这件事儿，你会高兴的。我看，就这么定了吧。现场会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可是捐赠仪式不可能随时都有吧？那太好了，否则大老板就要出国了，机不可失，就这么定了。好啊，那我现在回去让他们马上做准备。哎，因为大老板可能带几个重要人物一同出席，他们的时间很紧，一定要按时开会，不要误了他们的航班。嗯，他们要去哪儿啊？我也没问，只知道他们是下午6:40的航班。如果座谈会在1点开，2点完，他们加上路途，哎，差不多。那咱们就在1:30。可以，1:30。嗯。另外，吴先生，海关方面有人吗？有事儿吗？是这样的，我们和马来西亚合资定做了一批服装要运走。我得去，想快一点。如果有熟人，哎，就方便了；否则，我就赶不上明天的捐赠仪式了。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托运啊？最好是在捐赠会之前。哦，那我明天陪你去一趟吧。我正好有个朋友在托运处。哎呀，那太好了！哎呀，吴先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有了你，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了。来，慢点啊！来，慢点，慢点。
小心点。哎。你们俩把大门关上，快快！建伟。哎。丽萍。好的。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帮一个朋友熨你们的衣服。啊，你怎么神神秘秘的呀？大毛好像也来这儿了。哎，对了，你们的服装加工费他们付给你们没有？付了。啊，付了就好。我得走了。你提的问题，我明天回答你。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好，一切照原计划进行。到了机场海关，一旦顺利通过，立刻给我打电话。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慢点，小心点。哎，快，好，快点，来，去，慢点啊，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快点，都办好了，一切顺利，你们放心吧。还得连中饭都没吃。我去弄点吃的。不用。不，不吃饭不行，你等着啊。快点，稍微慢点，来。好，来，这李庄，啊，怎么样？一切顺利，货已经检验完了，正在入。太好了，我们马上也到公安局了。肖先生啊，欢迎欢迎啊，好，来，请。肖先生，哎，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了，应该的，应该的。您坐，雷请，来，哎，您来。陈老板，来啊！好，别客气。这个风不小啊！应该。这钱比捐款啊！好，治安基金捐赠仪式座谈会现在开始。大妈怎么样了？差不多。请各位到这边休息啊，我们要检查。大毛快跑。大毛，你我他妈是变异，小心他复读。没复读吧？没有，我懂，昨天他才教我的。行啊，你大毛，带走。这，哎，志哥，还有什么任务没有？没有了，你先跟他们一起回去吧。哎，志哥，跟我走。情况怎么样？挺好，你先带他们一块回去。好。不对，全解决了。好。
还剩一个李庄，出去买吃的去。往哪边去了？那边，交给我了。对不起啊，我接个电话啊，没关系，没关系。喂，你好，啊，嗯，任务已经完成，马上可以凯旋。好，回来谈。啊，我们很好啊，康桥先生是在和我们开会的。对不起啊，哎，刚才听你来电话，问咱们会开的怎么样了？没事。喂，啊，我知道了，嗯，好，哎，局长，我看差不多了，一会儿和我还赶飞机，您看，急什么？现在才几点呢？啊，去那么早干嘛呀？待会儿啊，我有警车给你开到。一会儿就到啊！来，抽支烟再走。哎，好。好，谢谢。谢谢，陈老板，对不起了啊，康老板，我们后会有期，你忙吧，我先走一步。
尘世太无常，笑容有时会不真实，世界太匆忙，爱恨就此被忽视，思念在黑夜里呼吸，当心痛释放的彻底，爱面对以后这个新闻局做任何不当的施压，那我想这个是轻者痛，仇者快了。对沈富雄他自己本身，事实上他也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一下他以往的一些。甜美的笑容，可爱生动的表情，让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这是爱吃的林志玲，这是害羞的。工作不过政工所的员工都知道，眼前这名女子曾经是某大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不敌大陆低廉的生产成本，工厂倒闭，借由政府扩大公共就业方案，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总机的工作。白天当总机，这位昔日的总经理晚上也没闲着，依照祖传秘方制作香肠，每个步骤都是纯手工，而捧场的顾客大多是以前曾经生意往来的客户。是我这香肠哦，那你吃毛贵嘞。会从总经理变成总机小姐，完全是因为大陆市场竞争的结果。大陆的那个成本只有我们这里的三分之一啊，所以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啊。各位觉得大材小用啊？那我觉得也不会啦，因为这边接电话也是蛮好玩的。曾经。
那值得注意的是，陈宗宏在致辞的时候指出，未来立法院长不能够参加党务，不能够担任政党的党职，这其中包括了任何政党的主席、副主席、中执委、中常委。陈总统说，我们都不欢迎，而似乎这番谈话是针对了现任的立法院长王金平而来。最高潮就是这一幕，李前总统紧紧握着陈总统的手步上舞台，接受大家的欢呼。整整一分钟，台下的台联党员欢呼声响彻云霄，陈总统也借着这个机会为民进党与台联的关系下了新注解。兄弟同心，其力断金，好不好？为人担心台联的重大会对民主进步党带来冲击，但是事实证明，台联水涨，民主进步党也跟着船高。这句话呼应着别理同台的气氛。原本对陈总统站台有意见的民进党，也在最后。I've had enough. As far as I'm. 赌气争人。8月13号至15号。胡锦涛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刚，在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忠伟等陪同下，来到田间地头、乡村农户、企业车间，就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切实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是胡锦涛这次考察的重点。胡锦涛一行翻山越岭，驱车数百公里，深入广安市和南充市的乡村，了解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的情况。在南部县南龙镇望月村和西充县中岭乡二村，胡锦涛和村民们拉起家常，详细询问中央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政策在当地落实了没有。农民群众纷纷表示，打心底里拥护中央的政策，希望这些好政策长期稳定坚持下去。胡锦涛表示，中央的这些政策不仅不会改变，而且要更好地贯彻落实。他对当地干部说，要紧紧围绕粮。这里是河北省涉县的赤岸村，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小山村曾驻扎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最近随着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的来临，这个小小的山村也一天天的热闹了起来。6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主持修建了一条水渠，今天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为这条水渠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1942年至1943年，抗日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太行山区却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旱灾。我们邓政委号召我们，就开始开这个张兰大渠，你还记得吧？这个渠修好以后，又唱了一首歌，歌是这样唱的啊：水流难上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这水怎能流？当时被群众称之为救命渠的张兰渠，如今已由当初的15公里延长到50公里，灌溉着上万亩的农田。虽然解放后小平同志再也没有来过涉县，但却一直牵挂着老区人民。为了让水资源贫乏的老区群众喝上清水，在小平同志的过问下，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老区人民拉开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饮水攻坚战。冬去春来，这个曾经干旱贫穷的山区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这个庄稼长得多好，果树长得也多好，这个就是在我们这最近这几年倒搞这个哈准农业给这个机遇工程，是个新秀水利，这个达到了结果。1996年，涉县发生了罕见的洪水，邓小平和卓林同志知道后，找到了当时正在北京出差的涉县工作人员。他说呀，他和小平同志呢是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涉县受灾情况的，他们呢非常着急，之后让大山中的人们出入自如。近几年来，长治又投资15亿元进行城市美化建设，130公里的绿化道路，1000多公顷的公共绿地，让长治人徜徉在绿树鲜花中享受生活。The IBM
表咗港岛东、港岛聚、嘉亨湾。关系，同时也请求2000万的抚养金，数额不多，只需要支付孩子成年前的教育生活费用。对于义务，李珊珊要邱伟伦学学他的父亲，他比不过他父亲邱家雄先生做人处事的，像他对待林月云还有跟侯佩琴，让我觉得说非常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既然被这样子的抛弃不管。拿出低收入户的证明，李珊珊说自己过得很苦，如今也只能靠司法程序寻找他的下一步。没有人可以体会到我这几年所受到的折磨跟痛苦。东森新闻网记者周启明 S 女小组台北报道。7:17，在台北县中和这家便当店的老板娘最近爆出了债务纠纷，今天中午来了4名歹徒，二话不说动手砸店，整个过程全部被拍了下来。最让警方惊讶的是，这4名歹徒都是国中生。集合，他那个带头那个骑条纹的那个，拳拳在握。年纪只有19岁的王新田被经纪公司内部封为小林志玲，目前正在等待大学放榜的他，除了期待大学生活，更希望开始在伸展台上大展身手。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互动？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新人，然后他就是很漂亮而且很会走，希望自己可以做更好，然后还蛮喜欢这份工作的。那双电眼是不是会让你联想起日本的滨崎步？在做秀场上化浓妆的时候，因为它比较着重它眼妆的效果嘛，所以如果我们的秀场有需要浓妆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相似。对于这些年纪轻比林志玲身高更高的后起之秀，洪伟明非常有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的不同，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今天有他是将来的林志玲，或者他是将来是谁，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每一个人。两个秘密武器都有着立体的五官、甜美的笑容，加上他们的年纪都非常轻，要与师姐林志玲并驾齐驱，指日可待。东森新闻记者刘冲启台北报道。暗示。这就是我们过去七上八所和平之前七上八所一些牌子，这就是我们七上八所一些章，这么多章，每一枚章都代表着一种权利，无形当中给老百姓增加一份负担。那么机构改革的话，就斩断这，就是扯平这七上八所，斩断一个向老百姓伸手要钱的部门。镇党委书记还介绍说，过去的弊病还不止这些，四个乡镇都相邻，最大的乡镇不过80平方公里，最小的也就6平方公里，并且每个乡镇都配有21个行政事业部门，四个乡镇总计有近400多位财政供养人员，是典型的吃饭财政。与此同时，各个乡镇也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规划着各自乡镇建设。这里是宁夏平罗县过去3个乡镇的一个交界处，在它的东边和南面，我们看到是整洁的柏油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呢，它的西面和北面却是泥泞的土石路。这几天呢，当地的群众正在修这条马路，这是因为三个乡镇目前已经合并成为一个乡镇，过去相互推诿扯皮的事，如今可以统筹考虑了。这条路修上以后，对我们走路也方便，至少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给我们解决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后，我们最深的体会是把全县的发展的各生产要素进行了重新的整合和优化，把以前条块分割的局面打破了，可以说提高了各种办事效率，把以前很难协调和解决的各乡镇之间的这种矛盾和问题就很顺利能够得到解决。从2002年改革到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数由314个合并为188个，精简行政事业人员4480人，每年财政经费就可以节约近1亿多元。不仅如此，通过这项改革，乡镇的平均人口由1.6万增加到2.2万，乡镇平均面积也由1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0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城乡建设的协调发展。那么它的意义，我们就按老百姓的话说，天凉不如捡口，多一个人吃饭，就多10000多的公用经费。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省啊，如果这样庞大的机构，就形成了头重脚轻这样一种格局，不可能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
只有把这个庙更多的庙进行拆并，才能把政府的职能真正的转变过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今天上午同正在北戴河休假的来自我国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部分专家，以及来自我国生产和服务领域的部分高技能人才亲切座谈。曾庆红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希望广大专家和高技能人才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重于一切，在实现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继续谱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事业、报效祖国、造福人民的壮丽篇章。曾庆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专家和高技能人才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他指出，人才是兴国之本。面粉加工车间，记者看到偌大的车间里见不到工人，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上百台制粉设备都是由一个中央控制室监控，先进的工艺保证了产品的质量。这里是面粉加工车间，小麦作为原料呢，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入第一道加工程序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小麦从进场到最后磨成面粉要经过70道的工序，那么要完成这70道工序呢，小麦要在管道里运行至少15公里。我们这个工厂采用的是欧洲的先进工艺，它采用了18道清理、15道碾磨、35道的筛理工序，只有经过以上的工序才能够有效地去除小麦中的杂质和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一些虫卵，最大限度地保证小麦中的营养成分。这位工程师告诉我们，面粉尽管是需要二次加工才能使用的食品，他们还是按照目前最为严格的航天食品安全体系组织生产，做到加工全过程的安全卫生。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今天临时正式启用，新老白云机场实现顺利转场，运行了72年的广州老白云机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里是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今天我们看到昨天还空空荡荡的停机坪，现在已经停满了飞机，身后这架飞机呢，就是第一架将要从这里起飞的航班，它的正点起飞标志着新机场的正式启用。南方航空公司的 CZ3932 航班成为新机场的第一个航班，今天早上7点顺利起飞前往海口。据介绍，新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首个按照中枢机场理念设计和建设的航空港，也是国内首个同期建设两条跑道的机场，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使用面积是老机场的4.6倍，年旅客吞吐能力也比老机场增加了近1倍。由于新白云机场面积大，而旅客对机场的设施又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因此在新机场使用的初期，南航等主要航空公司在航班起飞前2个小时就可以为旅客办理登机手续，264个办票柜台都可以办理任何航班的登机手续。新机场启用的第一天，预计将要起降580多个航班，在高峰的时候，每1分钟就要起降一架飞机。记者今天在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了解到，双星探测计划极轨星探测2号卫星进入在轨测试阶段，星上科学探测仪器正在陆续打开，并向地面传回探测数据。探测2号卫星上共装载有8台探测仪器，卫星在轨运行1年的过程中，将主要对地球南北两极带电粒子的时空分布以及磁层空间暴等进行探测。目前卫星上的高能电子探测器、高能质子探测器等5台科学探测仪器已经打开并发回了首批数据。与此同时，运行了200多天的探测1号卫星也探测到了大量的科学数据，专家从中发现了一些未知的空间现象。专家表示，8月到10月将是双星配合探测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双星与欧洲空间局4颗卫星联合探测磁层空间暴触发过程的关键阶段。6颗卫星合作将共同探明地球空间内带电粒子的时空变化规律以及磁场活动同各种太阳活动的关系。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出版的百种重点出版物绝大部分已隆重推出。这次推出的重点出版物包括100种重点图书和60种音像制品，内容有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著作研究、生平业绩、工作和生活纪实、青年读物以及诗歌、画册、文学作品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光辉思想和丰功伟绩。邓小平大型画册等一些出版物选用了大量的珍贵文字资料和图片，选题立意高，制作精良，陆续上市后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倡议全国出版社向小平同志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图书馆捐赠图书。截至目前，广安市图书馆共收到了全国500多家出版社捐赠的图书及音像资料20多万种，100多万册件。小平同志的理论、生平、历史、手记以及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著作全部包括在里边，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邓小平专题的图书馆。为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16大和16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18题》一书近日已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干部群众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16大、16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回答。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指导下，国内主要搜索引擎服务商百度、3721等公司近日开展自律行动，阻止淫秽色情信息借道搜索引擎广泛传播。最新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我国8700万互联网用户中，70%以上的用户在查找信息和获取网址的时候是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的。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经常能搜索到大量淫秽色情网站。就如果你想搜的话，只要一点搜索引擎，那个几十页的黄色信息呢。你孩子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他这些这个自己上网就是搜索这些黄色网站什么的，就家长根本无法控制的。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公司的技术管理中心，现在这里的技术人员呢开始对搜索内容实施24小时的人工监控，一旦接到群众举报或者发现任何的非法信息和黄色网站，工作人员就将立刻对这些内容实施屏蔽和删除。通过设置更加严格的过滤屏蔽机制，百度公司扩大了对关键词库中涉及淫秽色情内容词汇的监控范围，并根据举报每天把新发现的色情词汇纳入到过滤屏蔽系统当中。到现在为止呢，百度公司已经屏蔽了大概4万多个关键词，这4万多个就是黄色等非法关键词呢，就是相当于有几十万的那个黄色等非法网页是无法被监测到结果的。和百度一样，作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的3721和中搜等国内其他主要搜索引擎服务商也建立起严格的过滤屏蔽机制，加大了对色情词汇关键词搜索的监控。根据自律要求，国内各搜索引擎服务商还将做到不为搜索淫秽色情内容提供专门的搜索提示和导航条，不为境内外淫秽色情网站提供搜索排名和广告服务，并将已确定的国内非法网站列入永久不得提供服务的黑名单。这个自律行动可以大大的压缩淫秽色情网站在网上传播的空间。如果互联网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都从自己做起，不是建立网易，那么我们的网络环境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净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日前与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史蒂文斯共同主持了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交流小组的3次工作会谈，双方先后就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中美经贸关系等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盛华仁和史蒂文斯分别发表了主旨发言，双方代表团成员就相关议题做了补充发言。双方就交流机制今后运作问题达成了共识，表示将共同做出努力，促进两国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确认工作是申请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被确认违法以后，当事人才可以请求国家赔偿。为避免司法实务中因确认迟延等而影响赔偿程序启动，规定要求申请确认基层法院司法行为违法的案件由中级以上法院受理。中级法院以上法院确认本院司法行为违法，一般应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组织形式是合议制，合议庭可以进行书面审理，也可以进行听证，还可以同时书面审理和听证两种形式。确认或者不予确认违法的，由制作决定书改为裁定书。确认或者不予确认的裁定书由院长署名，上级法院作出的裁定书由合议庭署名。北京警方8月5号成功解决一起劫持人质事件，劫持人质的嫌疑犯被警方用枪击伤。
8月5号上午7点35分，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一男子在永顺西街。